对了，号主在吗？号主在吗 ？Hello， 号主，你的那个50定金转给我了，这是第二把，你那个钱还没给呢，你是不是忘了？50定金的话，这把打到一半就，这把打到一半就得下机了。快快快，续费一下！我操！有眼子。我怎么跟你马啊，兄弟？算了吧，打那等打完的吧。直接交闪，31吧，你定金交了50，先给10块也行，反正31吧，你想打击吧，看着给。我这开头的技术龙火传青了，穿甲皇子，是人呐。打石头人出个魔抗，
我这个大招吓我一跳。 走了，不怕换到蛋。嗯，有这方面原因，你这个理解是对的。小团战多进化而好打是这个理解是对的。 嗯，这皇子应该大一，下版本的完了之后才能知道。 走呀！这卡特可能还得来。 哇，他这个躲不掉啊！这个路，瞎射，换我来这波中。 25号赛季决赛会有第三阶段，更新的就是第三个阶段。
我先 A 的那个石头人，这石头人有反甲的，我故意 A 的。他这一个阶段不阶段，我就无所谓吧，一样的吧。你就算是更新完之后就是第三阶段啊，第三阶段你也没有什么奖励吧。那我感觉可以不分阶段，但那个阶段就是相当于一年一次的意思吧。你每个阶段不都是发一样的奖励吗？就是重置段位才那，他那个意思就是重置段位，赛季结束的意思就是重置段位的意思。我这卡特是真他妈装，我说他在装什么？真的。小心皇子大招，看到没有？他想盖我，看到没有？全在我的掌控之内，我那个大招不得不放了，我再不放的话大招没了，持续时间没有了。我当着这个眼的面我过来，知道吧？每个阶段都有胜利皮肤，一样的奖，给的奖励是一样的。我算了，这石头人看着就硬，我不敢跳他了，我跳那个辅助感觉卡这回子。这人可能有闪现吧，这卡的。黑蝎和大穿甲哪个伤害高？黑蝎是半肉种，他伤害肯定没有肯定是不比没有容错率的装备高，肯定是大穿伤害更高，穿甲更高。
先是打加里奥，那我出把黑蟹怎么样，兄弟？这个塞维尔达他是直接就给你30%以上的这个护甲穿透，黑蟹你叠满，黑蟹是能叠满的，黑蟹叠满是30步，反正不会超过30步，我看看，黑蟹是每一层是6，至多是30。啊，怎么可能会黑蟹比塞维尔达伤害高呢？这皇子来了吧，黑棋。没事，我就算被眼看到他们也会弹。哇，我这波。大失误。进化 W 的 W 都空了，我操！这不，说实话，失误很严重，而且影响也很大。怎么是石头人啊？螳螂被搬了吧，螳螂被搬了，看阵容吧。他们阵容不会打大龙的，打老慢了。
不可能打，不可能打！大帽。 你是我操！我感觉有点离谱啊！能这样带队，我这边都没有眼，而且知道对面在上，真的，我靠，差点让人费劲。 哎，我 A 错了，完了，我给了个红 buff， 他妈红 buff 走过来了，又是闪金吗？150，还行，我这波疾跑没掉，小龙也还能等我，掉个一塔。 我以为就那个辅助一个人，我跳过去了，还有个皇子，而且我 A 错了，我打的皇子，打辅助好点。打完这把提醒我把队友那个打开啊！我真的我要看看这些人他到底在吵什么，动不动就这样，优势军事都他妈搁这点投降，我真的理解不了。 完了，我上头了。他们皇子不在，他们不敢等。 大招后我弄他，皇子来了，算了，我可以不用跑。如果这一个 AD 没有双的话，我这波可以不用跑。我怕我跳过去 AD 掉双招，那我就走不掉了。
咋吧？哇，他们守的太紧密了，不敢上。刷新了好几遍，订阅里没有我是什么意思？是没有我，还是说显示我没开播？ 300层才啊！ 这个石头人这个大招，他能摊一辈子。哇，你能想到，就这个阴影里边往前进的是一个脆皮，往后退的是一个石头人。妈，这石头人往后走，我看这个影子往后走，我默认这是一个脆皮。